好漂亮啊！没想到车棚换位置，锅炉房不见了，就连天台上那些旧桌椅也没了。这一切东西都在变，只有我们没变。我觉得你也变了，变得更可爱了。想想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毒舌、冷酷无情。那你也变了，你之前像一杯奶茶，能量爆棚，干什么事都往前冲，但是现在变得像一杯柠檬茶，没那么甜，也没那么酸，一切都刚刚好。你念广告词呢？不是说搞活动吗？怎么一点气氛都没有？你往那边看。汽车上挂的是花吗？那是铃兰吗？我超喜欢铃兰的。说不定后面还有惊喜呢。算过，每个气球只能掉20颗的东西，挂着花还能飞这么高，真不容易啊。想当初我挂3片椅子都难。你不觉得这一颗有点似曾相识吗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为了跟你做朋友，你提了3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叶子往天上飞。刚刚那些气球，那这些信息屏呢？是你吧？都是你布置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次校园活动的主办方就是我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叶子、星星瓶都有了，接下来你不会要我薅谢主任假发吧？那倒不用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了你出生那年的电脑。作业看看。打开电脑看看。林夕你好，这里有一份特别的答卷，答完所有题，你将收获一份穿越时空的礼物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第一题，你最喜欢的人是谁 ？A. 季军喜 ，B. 彭于晏。我要是想选彭于晏怎么办？也没什么，小兔子会哭。兔子怎么哭啊？行了，我败给你了。最喜欢的人是你，行了吧？知道。第二题，你们第一次见面在哪 ？A. 车棚 ，B. 教室。A。那你好蠢啊！第三题。你最喜欢哪种天气？下雪、下雨，我都喜欢，怎么办？那你就都选试试。哇，是元旦那天，好漂亮啊！下雨什么呀？是那天。嗯。你还记得？当然了。附加题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和我做同桌吗？会吗 ？Yes。
子和狐狸。恭喜你闯关成功，接下来请闭上眼，领取你的时空大礼包。什么这么神秘？闭上眼睛吧。相信我吗？当然相信。那在原地等着我，不许动。哦。谢谢，你去哪儿啊？谢谢，你还没说去多久。谁啊？谢谢。